子简笔画。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兔子的简笔画。先画一个圆，然后再画上兔子耳朵。耳朵中间的褶皱也要画出来。接着在中间画两个圆溜溜的眼睛，再画一个三角形的鼻子，下面接着画小兔子的嘴巴，别忘了它的胡须，左右各画三个。最后我们要开始画它的身体，先不要急着收口，画出它的腿，在这一侧画出它的腹部，接着画它的双手以及另一只腿。最后别忘了画上兔子毛茸茸的小尾巴，一只可爱的卡通兔子就画好了。